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来看，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看了、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不再没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因为百岁死的能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们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必不遭必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餐的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 先天心力是在六十六十二章喜安山，整本书的核心喜安被更新被高耸，门口有救赎主，另外一边有审判主来保护的这个喜安山。其中核心呢六十一章一到三节心灵捕手耶稣出来祈祷传道开始的时候就引用六十到六十二章的核心，成为心灵捕手开始去执政。那六十三六十四章呢，实际上是以赛亚先知祷告。 他知道他国家已经被掳，他心里面难过。这个漂亮的西安城，我的百姓有盼望吗？他呢？六十三、六十四，他著名的祷告，我读两处，让你知道他的祷告的重点是希望主啊，我的百姓有没有盼望？六十三章十五节，求你从天上垂顾，求你从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吗？ 六十四章第一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他从出埃及记，从摩西，上帝救我们出埃及过红海，来引用呢。求你纪念我们，虽然亚伯拉罕已经不认识我们，但求你纪念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被掳巴比伦去，以赛亚祷告，求你给我们盼望。上帝回答以赛亚的祷告，六十五章第一节说：“素来没有反问的，现在求问我。” 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为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罗马书引用这一段，因为以赛亚六十三、六十四的祷告呢，上帝告诉他说：我呢，给你答案，我给我的仆人，特别是六十五章十三、十四、十五节的重点是我的仆人，我所救赎的渔民，给他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所以从。 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这个重要的新天新地的经文呢，上文来看是给以赛亚为被鲁的百姓祷告之后，上帝说：“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以前西安城被做主，现在变成欢乐，不再被做主。不只是不再被做主，他其实借着这段启示呢，正好给启示录。” 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变成新天新地降临，在二十一章的主要的原文在这，原来引用的经文呢，原点在这，不只是新耶路撒新天新地，更重要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的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经文也在这，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是人类最后的归宿呢。上帝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给渔民。” 而且呢，也更新了原来离开伊甸园之后人兽做主，兽做主连动物呢都会吃动物，甚至呢豺狼呢会吃羊羔。但是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呢，正好颠覆到了整个伊甸园之后，甚至颠覆到创造论，上帝呢更新动物，动物不再吃人，豺狼可以跟羊羔同时。 狮子吃草，已经不再吃动物，跟牛狮子跟牛一样。尘土呢，蛇也不会咬人，这一切都不伤人。因此，这个新天新地等于呢，让圣经的创世纪跟启示录啊，做一个非常美的收尾。他在说人离开伊甸园被上帝赶逐之后的出路呢，借着以赛亚他的祷告，呈现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所以，上帝告诉以赛以赛亚来远远超过他关心的，不只是西安城，他的被掳百姓，更让离开伊甸也的人，这些人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给渔民、所赎神的百姓，通通可以进在当中。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之前，正好是审判。审判就是硫磺火狐，硫磺火狐的原点。 就是六十六章的第二十四节，整个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这边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火不灭。审判人，启示录二十章，上帝用硫磺火壶审判恶人，不敬畏上帝的人。 然后给他的百姓预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在二十一章启示录。原来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啊的这一段呢、啊，六十五章的新天新地的经文呐、啊，帮助以赛亚，也帮助被掳的百姓以外呢，让初一电影所有全人类找到永恒的盼望、末世的盼望。这正好是以赛亚书的时候一个核心。以赛亚书一到五章讲以色列人堕落。 甚至第五章的六次祸灾，连第六章以下说“我有祸了”，但是呢，因为耶西的根，在十一章第一节，耶西的根这边所说的那种新伊甸园、新天新地，像回去伊甸园比伊甸园还好的情况呢，其实第一次出现是六是以赛书的十一章，以赛书十一章我来读第六节到第九节，完全一样的经文。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跟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同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牛、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也、欸、就是六十五章其实是呼应十一章，这个预备让出伊甸园堕落的亚当的后裔，最后有新天新地的这段六十五章，其实呼应十一章。十一章在说耶西的根，因为耶西的根弥赛亚耶稣。 他来的，行审判之前救赎，这一位耶稣是耶和华的长辈，耶和华的长辈他先行救赎，最后行审判。这个耶和华的长辈审判之后呢，让一些堕落败坏的人进入硫磺火湖之后呢，给他的百姓呢放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是新城。所以启示录学者 有一位呢，就这么说，圣经是从花园开始的，伊甸园，从新城市结束的，花园到城市的核心，十字架的耶稣，耶稣的根，因为耶稣耶稣的缘故呢，受苦的仆人，西安城被更新，不只是西安城被更新，被鲁巴比伦的这些人可以归回，更稀奇的关键在这。 我已经隐隐约约让你知道，以赛亚书是有很强的末世论的。这个耶西的根十一章，也就是六十五章引用的这段经文呢，是用一个字啊，让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都连在一起。第十一章之前的第十章呢，是到那日；第十章的二十节到那日；第十章呃的下文呢，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十节也是到那日。 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十一章之后的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透过耶西的根，钉痕的手，犹太人要归回，不只是犹太人要归回，上帝让巴比伦亡了，让亚述亡了，甚至呢，十一章的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原来不只是犹太人要归回，外邦人要归回，渔民要归回。因此，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就讲呢，从雅述、从埃及、从古时、从外邦的这些犹太人，还有渔民，通通甚至十六节从雅述要归回，归回这个西安城，这个新城。难怪十二章第一节呢，以赛亚他赞美，赞美上帝。 说上帝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们犹太人发怒，你的怒气已经转消。透过耶稣的根，上帝的怒气转消，而且呢，透过这个喜安城，上帝让渔民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通通要归回新约的属城的百姓。上帝行救赎完以后呢，同时要行审判。这个到那日不止连接救赎，也连接十三章之后呢。 请审判，以上书是非常精彩的计划的写作的，它编在一起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上帝对外邦的审判。耶和华绑辈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审判。审判哪一些国家呢？十三章到十四章巴比伦，十四章后半段费力斯，第三个国家十五章到十六章的摩押。 第四个，大马色是七章，大马色跟撒玛利亚。第五个呢，古时十八章，就是伊索匹亚。第六个呢，埃及十九章到二十章。第七个是巴比伦，两次提到他受审判。巴比伦在二十一章。第七、第八个呢是以东，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第九个呢是阿拉伯。第十个是。 耶路撒冷，第十一个是推罗，所有列邦列国都被上帝的公益审判，所以你会发现上帝是公益的，任何人都在他审判当中，包括巴比伦两次，连耶路撒冷，连北国，上帝是公益的。这个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列邦列国受审判之书，是十二章赞美救赎之后呢，上帝也是透过以赛亚的。 到那日，连结，连结进入列邦列国受审判。上帝透过巴比伦受审判，最后推罗受审判了。之后呢，这个十三到二十三章呢，连结十二章、十一章跟十章的呢，都是到那日，都是到那日。那我们来看呢，呃，这个到那日是连结。 连接的整个这个经文呢，除了第十章二十七节、二十节、十一章十十一节、十二章一节以外呢，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呃，连到十三章，一直到那，就是到那日，到那日，上帝透过以赛亚那个到那日成为末世的平台，成为一个温床，好让救赎连接到审判，审判完了后进入硫磺火湖，之后呢，让列邦归向上帝的人进入新耶路撒冷城。 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第一次出现的，其实是二十四到二十七章。我说过呢，以赛亚书是非常有精彩计划的一本书。一到五章讲以色列西安城如何堕落，甚至六次火灾。第六章，以赛亚他自己说我有货了。七到十二章，亚述呃所说的呢？ 西西，呃呃，所说的，呃以马内利,利之诗，也就是所做的呢，呃雅哈斯之书，十二章完，上帝呢让亚述被灭掉，巴比伦最后要现审判之后呢，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列国列邦之师之后呢列国列邦之书二十四到二十七就进入所说的，小启示录二十四到二十七。 小启示录这边有新天新地的痕迹，那个新天新地不只是出现十一章，也出现在二十四到二十七，因此六十五章其实是整本书有关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总总集合。那个集合呢，让约翰引用启示录的时候的经文，从耶稣的根，上帝透过耶稣的根，耶稣受苦的仆人，以后的宝贝行救赎，之后行审判，审判的十三章。 到二十三章，包括任何外邦人、亚述、巴比伦、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推罗都行审判,判之后呢？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呢，是以赛尔书学者最喜欢用所称呼的，叫做小启示录。它有启示录的痕迹。我们看二十五章第六节，你就知道那个意思。二十五章第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 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油和满髓的油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呃，第四节第五节出现。 上帝要擦干人家的眼泪，因此二十五章是应应验在二十五启示录二十一章。上帝要擦干所有的哭嚎的眼泪、痛苦，不再有死亡，死亡被吞灭。所以二十四到二十七章是审判列国列邦之后呢，上帝呢说地上的城被灭了，天上的城，西耶路上的城，上帝要设百肥看。 他要擦去人家眼泪，他要让渔民归回，所以二十四到二十七章啊，正好是等于新耶路撒冷城新天新地另外一个原点。因此启示录啊的引用的经文呢，很多是从以赛啊，而且是透过以赛啊，他这个先知为他的同胞，不管是亚哈斯、西西家堕落离开上帝。 因此，上帝透过亚哈斯之后所引进来的亚述灭掉北国，这个亚述呢，后来给巴比伦灭了。巴比伦被灭了，其实巴比伦也是西西家把他引进来灭掉南国的。但是呢，上帝后来兴起的古列，这个古列呢，是耶和华榜贝的政治弥赛亚。 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贝鲁巴比伦释放归回，归回是因为亚呃，是因为波斯王古列下诏，因此所罗巴摩所罗巴伯归回，正式的弥赛亚耶和和的绑辈让贝鲁的归回。可是呢，耶稣就是耶稣的根，他钉十字架受苦的仆人，耶和和的绑辈，才有办法让以色列从灵里面归向上帝。 他这位受苦的仆人，他钉死字架之后呢，他传救恩，他是心灵捕手，让贝鲁德呢因为耶稣，通通外邦人、犹太人归向锡安山的神。透过耶稣，因此锡安山有门口的门槛，外面是救赎主，另外一边是审判的主，保护着新耶路撒冷城。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整个以赛列书的整个核心，所以西安呢、啊 西安是整本书的核心，也难怪呢。雅述的十八万五千个人在三十七章为什么会呃一夜之间死亡？是因为他踩到整本书的神学核心——西安，因此十八万五千个人一夜之间全死，踩到神学地雷。上帝保护他的城，透过西安城背离了政治。 逼迫的犹太人归回，更重要是因为耶稣钉痕的手，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通通归回在这个西安城。这个西安城呢，上帝要更新它，目标是让以赛啊，这个祷告的以赛啊，找到盼望，找到更新。上帝透过以赛亚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的整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让。 被鲁的百姓找到盼望，透过呢是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你才知道以赛亚书真复杂、啊。但是如果你要抓住这个这个整个脉络，上帝借着到那到那日末世论的平台，上面透过是喜安城，让被鲁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归回，让渔民归回。 外邦列国列邦会受审判。最后启示都说，这些人是放在硫磺火湖里面。审判的结果呢？之后，渔民、属神的百姓，装扮整齐的人，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城，新天新地。经历到呢，比伊甸园更美更好。伊甸园之后的动物，狮子这些会吃人、吃动物。 但是呢，新耶路撒冷城那边呢，动物那个祥和不再吃人，整个被更新，上帝给属神的百姓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大动作。我们这些人是有福气的，特别因此二十四到二十七章细细,细再再看，在十三到二十三章到那日之后呢，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被视为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它的中心是上帝普世的德善。 末世的得胜，因为前面十三到二十三章呢，列国列邦呢都已经被审判，上帝的主权已经摄入列邦列国。那二十四、二十七章连在十三到二十三章背后的呢，是要让上帝的主权不只是在列邦列国，也要延伸到最高潮，他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给属的属属神的百姓有天上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好让属神的百姓呢，因为。 耶稣的钉痕手，他最后末世情审判呢，可以进入那六十五章所说的那好的无比的地方。六十五章做记载呢，那边好到一个地步呢，连上帝他自己呢都欢喜。十八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十九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 哀好的声音，就像启示录二十一章没有哭泣、没有哀嚎的声音。那个六十五章就是是二十四到二十七章的整个浓缩版。上帝在那边告诉我们，不再有哭嚎。其实二十四到二十七章啊，如果读懂它的话，其实就是两国论。地上的国，包括十三到二十三章受审判。所以启示录二十四。 呃呃，以赛亚书二十四到二十五章呢，在谈地上的城，地上的神要受审判。然后从二十五章的第六节之后，第六节说，在这山上万军的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白宴席。他在谈新耶路撒冷城，两片，前面的城呢，地上的城，就像十三到二十三章列邦受审判，那个巴比伦呢被。 打倒波斯古列呢？下招让犹太人归回，只是末世的一个征兆而已。也难怪呢，《启示录》啊，在十七章有巴比伦城要受审判，列邦落列国受审判，地上的城受审判。更重要的是，上帝预备他的百姓呢，天上设百肥竿。因此呢，二十五章的呃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呐、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 二十六章第一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沟。敞开城门时，守信的艺人得以进入，属神的百姓可以进入。到那日，城外有审判，城内新耶路撒冷城的属神的百姓可以欢喜快乐。简单来说，结束以上的书的整个我们这么多次的讲到，是帮助你。” 以上书呢有很强的恶国论，地上的国，天上的国，天上的国属神的百姓，喜安山，是让我们归回上帝的唯一的管道。他提供给我们呢，整个启示录里面呢，就是从上帝呢，为了他的百姓预备的这个心肠，甚至成为他的心腹，羔羊跟心腹。上帝爱这个心肠，启示录的二十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羔羊跟心腹。 等于是这边的心肠跟上帝的爱，那提醒我们呢，一定有两国论的概念。属神的百姓最后的家乡在新又上了城，因此有天上的概概念。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一段时间，很疲倦，返国术士坐船上了船才知道呢，罗斯福总统也在里面。那罗斯福总统坐船做什么呢？到非洲去打猎的。一条船，两条心，回到纽约。 传到纽约港口，一看，这个宣教师叫莫里森，这么多人迎接我伟大的宣教师回来的哪知道人家迎接谁？当然是罗斯福的这个家族啊！一个人迎接都我都没有，主啊，我在非洲为你尽心尽力，竟然没有人迎接我，软趴趴在甲板上。上帝，我不干了！上帝感动他，你的家在天上。 他呢？听到醒过来，上帝，我的家在天上，继续靠主站起来，往非洲去，不在乎世人不称赞。他关心是天上的国，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新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求主帮助你跟我成为新耶路撒冷城的传道人。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预备一个好的地方，在新耶路撒冷城，好美的地方。 上帝更新了一切，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眼泪，连以赛亚都要满足感恩，帮助华人传道人以天赋预备的心诚感恩，专心备主使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